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 Vlog，我是 Faisy， 我是 Will， 我第一次来到温哥华，没错啊，来到温哥华这里，来到了我们的一个游轮上，因为我在客厅准备做，现在我们要去加州。挺远的吗？真的很 amazing。这什么意思啊 ？It's my time, it's my life. I can do what I like for the price of a smile.I gotta take it. 是我的保镖，私人保镖 ，BBW， 分什么了？我们的接机好帅哦！看到了吗？左面，等着呢。然后现在因为我们住的酒店是一个小岛上，所以我们要坐直升机去那边。I gotta take it to ride, so I keep living.Cause it feels right, and it's so nice, and I'll do it all again this time. It's forever, it gets better, and I like it. 到哪儿了？酒店。嗯哼。什么酒店来着 ？Okay. I'm a bird.嗨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出海去采那个海藻了。现在到了我们的一个游轮上了。Let's make a beautiful world. Take my hand. 我们到了甲板的三层。两层，这两层吗？重新来。我来看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到了甲板的三层，我们要去那个三层的游轮上。I like how it feels. 刚吃完晚饭，我们运动一下。装逼一下。Nobody wanting you, BB. 哎呦。因为我在，所以有太阳。I'm the sunshine, I'm a sunshine girl, you know. 现在我们要回我们的房间了。看我家是不是很漂亮 ？Come here. 哇哦，这是我家的客厅，随便坐吗 ？Nobody. 舒服，不想动了，已经。我过来不知道干嘛的。穿了一件缺睡眠的衣服，然后真的过来缺睡眠。耶，待会儿我们要去 fly fishing 了。现在我们要去 fly fishing。好冷，好冷 ，so cold。然后后面就是雪山。狮子王。
birthday. Yeah. Oh, oh my god, lighting!鱼上来第一滑的是你吧？再说，完美的甩干。哎呦，挺远的吧，甩的。Cool. 真的酷吗 ？Amazing. Hi, 我现在准备吃晚餐了。Okay. Sandra, Justin, good to see you. Today, 我们要自己去玩啦。已经办完手续了，然后现在去拿我们的野马。哇哦！觉得怎么样？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快，夕阳要没了。对，中飞行哎。你要帮我发动吗？带我去哪儿？现在要去吃东西。今天你生日，带我吃什么？吃面，吃面，对，什么面？但这个面，还不错了。OK， 看这个是当地很有名的拉面店哦。这因为他生日，看，生日快乐。Microsoft， 好大的一栋楼。迪奥，看到迪奥了吗 ？No。趁着迪奥，我待会儿要去逛的。在里面可以杀人的，我们杀个人吧，好吧，然后抓一个人进去杀人。开始了，下面开一点。啊，没了。